这不踹他，算了吧。Minion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 我在这站岗。等他把火灭了呢，哎，晕，锤，我操，闪的挺快呀。摸不着了，算了。这还上来干嘛呢？那不可能让你崩着。溜了，差不多了，这回可以回家了。这泽拉斯技能控制挺狠呢。我马上到。蓝枪搁哪？这蓝枪挺狂啊，有没有扣，给我踹死他，四个药来死不了。哎呀我靠，怎么还有点盐呢？我血亏呀。他们有人说吹火是吧？我是真是血亏呀，我的天，这泽拉斯玩的不行。我是真的血亏，他这桶我得给他 A 了，我不 A 他，他又减速，我们一会儿走不了。这桶确实是太烦人了，不行，回家了。
不行啊，我回不了啊，我们只能草丛吃馅儿。好，他回家了，挺好。等他回家啊，我们吃完这波馅儿。好，正好吃完。一共录了三个。这没办法。这波馅儿不吃，直接炸穿。现在还没穿。你别给我点，我讨厌你。你快跑吧！没事，他没有技能，这玩意儿只能远程崩，没关系。我希望你这个中单能给我扛起大旗，嗯，我希望你这打野也能给我扛起大旗，让我别这么亏。不过船长应该不会去赶客的，船长赶客也杀不到人。这波满血上线应该能跟他打一打了，又一辈子打不过了。我带的是点炎，干啥一辈子打不过呢？俺俩又不是差多少钱，我们俩差的是经验。这都比较正常。嗯、你不好意思反应慢了。蓝枪没技能了，我给你打了，旁边有人不合适，溜了。哎，你咋那么狂呢？我就纳了个闷儿了。连橘子都没有了，那还往前上？瞧不起人是吧？你这是再见？你到底赶客不赶客？你不赶客我可走了。你到底打不打得着？打不着我就撤了。你以为他在勾引？那蓝枪不可能在旁边，他百分之百是在那打峡谷呢，让那个船长给整过来了。蓝枪刚才心里活动老大了，我跟你们说，他在想他到底是打不打这个峡谷呢？想了半天，打呢还是不打呢？这是一个问题。你说这个船长，我到底是救呢还是不救呢？这也是一个问题。他想了很久，往这走来。哇哦！闪现！
你自己打吧，船长，我给你截住。泽拉斯被单杀了。打他个石头人儿。然后船长看他出不出来，出来我们把他杀了，不出来我们就等。假装出来，其实不严，在这等，我看你出不出来。挺能忍的小伙子，挺能忍耐的。呀哈！再见。跳重锤，锤锤，重锤锤，跳翼。再见。赶客我，我去吃口屎。我再去吃口屎。哇哦，完美的人头。重锤开翼，闪现锤锤，重锤跳锤。那个翼没运到吗？呀，船长人哪去了？아군이다녔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아군이다녔습니다간다도저히막을수없습니다塔拔了吧，那里头有个针眼，你不帮我把它拆掉啊？我猜吧，我来猜真眼。好晕，哪来个维恩？你这给我卖了呀，这啊？我咋上去？哎，漂亮！把三项输了。哇，你要的好快，虽然只中了一个呀，怎么有个船长还在搁那送呢？哎呀，回家了，要不然船长死了，我没看见呢。他爬过来放了个桶，他不先比如我，他搁那放桶。我们先去打个红。我就上路杀船长，他们自己去吧，下面咱就不管了。
居然是安妮儿辅助，没想到，没想到会有安妮儿辅助这种东西。喂，哎，健身房呢？我的身材还需要健身吗？这线儿卡着我了，我差点没杀了这团长。往哪走？好，好定。十块。团长烫死了吧？哎，差一点点。你大了也没有用，我也上不去。加油吧，这波只能给你加油了，老妹儿。我没有蓝，我这咋上？我没法上。对面要都近战还行，整都远程，我咋上呢？回家了。你要说现在有个船长，哎，他过来了，那我还能杀。哎，这好像有口屎，我就吃口屎啊。艾克在干什么呀？安妮儿又死了，没有人救一下安妮儿吗 ？Hello， it's me。哎，300块正好卸手。我的红 buff。那船长怎么整个反甲出来呢？可恶啊，船长都开始出反甲了。这样吧，来个聚酒吧，咱就不要卸手了。就安妮儿死了6把，一共我们家9个人头，安妮儿死了6把。嗯。哎呦，给我一顿控。挺猖狂啊你呀、啊！啊，你挺猖狂啊！你还敢回头？
你知道我谁吗 ？What monkey？ 你这个把晕交了，我属实是没太看懂。我不知道你交这个晕干什么。决定打条大龙，有你笑，大龙马上就成为我的梦中之鳖。别搁那笑了，快点的帮帮我，快点帮忙啊！怎么的？你像个精神病似的，哼！笑我打不过龙是吧？我也就是为了团队着想，我没出那些打龙的装备。安妮像个精神病，确实像个精神病。精神病啊！艾克有推推棒。锤锤重锤，你是不是以为你好像是不用大也能把我晕住？那不行，我这重锤你可扛不住。再见！你以为我会打你们？其实不然，我会跑。没有莫干辣，你们休想杀我！回家啊！这回我们自己打大龙。算了，别扯淡了，我那黄金晋级赛呢，早点打了完事儿。咱也别墨迹，呀哈哈哈哈哈！哎呦啊！好一手，团长杀完我们拆高地。我没怎么见过俺们家这小黄毛啊。哎呀！我可拆了啊，没有人管，我可拆了。啊！
晋级，兄弟们。